第二轮资格赛，各位参赛者准备好了？好，来喽！第一个提示，请给5秒。点水成蜓啊，蜻蜓。台语怎么说？我的答案是蜻蜓。它是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个蜻蜓在天上飞。 然后有一个动作就会在池塘上面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然后再往上跑。所以有蜻蜓。就是在产卵，要把卵放在这个水里面，让它孵化。点水产卵，蜻蜓答对没有？好了，盲点已经。苏明渊的九个公立赛，请就位。苏明渊同学，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毕业。 4分钟的答题时间，你和谁比，他前面稍微少一点。OK，想快一点哦。是，人生的第一道题目，现在请公布。刚刚才出炉的金曲台语歌王，苏明渊的题目，律师刑事诉讼，这是因为在律师事务所主持啊。来，坚持做音乐，父亲反对你，因此还因为不让你做音乐而闹翻了。失智去疗法，爸爸癌症还没症，已经超过5年了。 钢笔有价值，喜欢收集钢笔，而且超过了，听说有超过50支啊，对啊，真的假的？旅游城市自驾是你特别喜欢的旅游方式，尤其在欧洲。恐怖情人征兆，因为你接触了很多恐怖情人的案例，所以对于你的女儿，其实未来你是有点忧心的。嗯，披萨创新口味，创新味是爱吃披萨，是，所以自己家里面为了爱吃，还自己盖了一个窑。 哦，他这个非常有意思。好，他今天如果说喜欢吃草莓的话，家里面搞不好会有草莓树。草莓园。会草莓园，不草莓树。草莓没有树啊。草莓园。那手表幸运物，哎，这次他有收集机械手表，这次金曲奖他就带了一个月相的机械表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入围的时候，那个主办单位帮我们安排了一个节目，找了一个星座专家。 针对每个入围者提出建议哈，我的部分就说呢，我要带一个月亮的一个象征的东西，跟月亮有关的。对，我本来去找一个事物，但是我太太说这看起来太女性化，后来我就想到说我有一个手表是有一个月亮，一个月相表，我就把它带出门，没想到我就真的得奖了。哇，从此你就开始变成家里有神坛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发现迷信也不错。 也不是，其实我觉得宁可信其有啦。至少3题，从哪里开始？我选刑事哈，刑事诉讼。那是我律师刑事诉讼。律师都要在堂上这样子跟法官、跟对方的辩护律师要有很多很多的角力。对，这些是要练习哎。所以大家说律师辩才无碍，其实有很多都是准备，再准备，然后按照你的这个。 打官司的经验，但是刑事诉讼就是这样，你们都会认为我们说是魔鬼代言人，帮坏人说话。嗯，其实我觉得对律师的想法要改变，这是我们的天职。今天一个重病的人推进手术房，外科大夫还是要帮他手术啊。嗯，所以一个犯了罪的人，他还是要得到公平审判的机会。 OK， 这个时候律师就要按照我们的一个职务内容来帮助他。你会不会有没有可能经过了他的案子，整个卷宗、整个资料看完以后？ 哇咧，他有罪，我怎么帮他辩护？有没有过？有过。当然，怎么办？两个可能，一个就是你骗我，你说你是清白，我后来发现我整个卷案的内容发现你真的骗我。漏洞百出。我可以解除委任。你可以解除委任。第二个我会告诉他说，要不然你就认了吧，我帮你在求刑部分要求法院给你一个。我看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让你能够。 对，减缓状态。但是原则上，如果他还是坚持他是无罪的，我们也只能相信他。因为我们不是裁判者，我们的功能是帮助法院发现真实啦。来，我们就从律师刑事诉讼开始，请注定。美国狱警因为连续播放哪一首儿歌让囚犯痛苦不堪，因此面对刑事罪名起诉并调职。A 满天都是小星星，B 鲨鱼宝宝，C 粉红猪小妹。来，请说。我的答案是 A， 满天都是小星星。来，请锁定。这位狱警放了满天都是小星星，不断的连续播放之后，他被调职了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肯定？就是这次好像是上个礼拜的新闻，就上礼拜。上个礼拜的新闻，然后有提到说，这个放了这个音乐，然后他们被洗脑。 这个洗脑歌，后来他们就是不断的，这个是就是这样。
应该是这首歌。待会或许还会有一些题目是一出来你就知道答案，记得一定要冷静，让尚华把他的工作做完，否则你会影响到他的今天的薪水。这个就是律师性格，性格我们就是建立信息，然后有猎豹的性格。好，他看到就要出手，对吧？是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大对美。不是满天都是小星星吗？你刚才怎么说的？上个礼拜的新闻。对啊，我一度被你感动，说哎，我们怎么出一个这样的这么……是啊，是上礼拜的新闻啊。嗯。我真的指望你。你现在在录吗？有啊。好。我的印象是小星星了。请尚华告诉我们这些答案。正确答案是鲨鱼宝宝，就是 Baby Shark 那首歌啦。我相信一定很多家里头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会唱。然后呢，就是美国狱警啊，他们就把这个囚犯带到了一间这个律师的会客室里头，把他们的手铐在墙壁上面，在隔壁间用超大的声音放 Baby Shark 这首儿歌，而且连续放了2个小时。但是因为这首儿歌里面一直在那边嘟嘟嘟嘟嘟，真的很洗脑，所以呢，这些囚犯就觉得自己的身心灵受到了相当大的折磨。因此，这个呢，有点类似虐待里头囚犯的这个狱警呢，还因此被起诉喽。但其实这也不是狱警第一次因为播放儿歌被起诉，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呢，也曾经有狱警用播放芝麻街的歌曲的方式虐待囚犯。人就是这样，就是会受自己既定观念的影响。或许我真是太肯定了，那时候就听到一个小星星的一个新闻，我就这么肯定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觉得。可以上诉吗？老实说，可以。我们下礼拜一有录影。哎，你这法律3审3级哎，现在才第一审而已。你待会到楼下柜台跟那警卫，我们有受理哦，在那受理，说我下礼拜上去，他马上可以安排。那进行下一回合的资格赛。全明星攻略模范生招募中，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明星攻略赶快来订阅哦。